从心深处思离他，本曾尊他为最傻，一句一动观之心，真淡烦恼出门生，为爱之日他人世，愿记何茶里山心几后望，碧水飞离望家海，便是并未山之石。是你
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微风轻拂河堤两旁的芦苇，涓涓细流缓缓流过。坐落于屏东县盐埔乡的屏东盐埔护生狗园，隶属于海涛法师置业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共收养了856只狗儿。一踏入园区，映入眼帘极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许久不见外人参访的狗儿们心生欢喜地跳上跳下，尾巴也随之摇摆，似乎在与来者热情地打招呼。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盐埔护生狗园专门接收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其实它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以及健全的肢体，也很喜爱亲近人类，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受到伤害的狗儿们，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因此在照顾上，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佛陀说，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期望在天地有情、人间有爱的世道下，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免于遭受生命威胁，能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打造毛孩们快乐又温暖的家园，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视不同的身心灵状况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永续经营屏东盐埔护生狗园。台湾救狗协会诚挚地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能在屏东盐埔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希冀得以共同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划拨账号5001-6766 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牛乳原本是牛妈妈用来养育小牛而生产的，跟所有的母亲一样，希望透过自己的养育，小牛可以健康快乐地长大。然而人们为了取得原属于小牛的牛乳，在小牛出生后即将它带离母亲身边，小牛喝不到半口母亲想要给它的营养，也体会不到母亲想要给它满满的爱。出生的小公牛因为没有产乳价值，会直接被送到屠宰场制成餐桌上的牛小排。如此，牛妈妈不止无法喂养自己的小孩，更在辛苦的生产后深深体会丧子之痛。即便牛妈妈在经历这一切后已身心憔悴，人们并不会因此停止对他们的剥削。失去孩子的下一刻，母牛即被迫供应牛乳给人类饮用，并准备下一次的怀孕泌乳，直至精疲力竭。而这一幕幕的悲痛正不断地在超市瓶装牛乳的背后发生着。这只名叫萨尔瓦多的小公牛一出生就被迫跟母亲分离，原本要被卖到屠宰场的他，幸运地被一个动物平等保护区的志工救了出来。受到惊吓的他原本畏缩怕生，
长大后他变得十分亲人，喜欢对救他一命的志工撒娇抱抱，也跟保护区内其他动物成为好友。这个位在智利的动物平等保护区，专门拯救被人类不当奴役、剥削、虐待的动物。他们表示，人类食用的肉类、牛奶、鸡蛋，往往是从充满血腥的工厂对动物们不当的剥削而来。该保护区提到，很多工业化乳牛养殖场里的动物们命运悲惨至极，是人们无法想象的。母牛被固定在流水线上，透过人工受精不停生产小牛，甚至注射催奶剂，接着不断泌乳，不停被机器挤奶，因此乳牛的乳头受伤或发炎是常有的事。这样的奶水对人类来说其实也不健康，而小牛被生下来后根本见不到母亲就被拆散，若生下小母牛则命运跟妈妈一样。被救出来的小牛十分友善亲人，喜爱撒娇拥抱，跟园区里的动物融洽着生活着。志工希望透过萨尔瓦多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这美丽生命真实的处境。每一瓶牛乳的背后，都是一位位母亲被无止境的囚禁、强迫生产，并承受一次次的母子分离、丧子之痛所包装出来的商品。希望大家用行动来守护这些天真善良的孩子以及他们的母亲，莫让他们成为商业剥削下的受害者。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孩子的心灵宛若洁白的画布，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让最慈悲的开示，让大智慧的法语